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夏雨乔。私密处保养真的很重要，尤其在亲密关系的时候会更在意哦。它每天都可以让我很安心的让私密处更健康。就是一包纯样绒啊。啊，我们也要找产品啦。可是我是真的很喜欢它哎，我终于找到它了。专为女生设计的全方位营养素，让我维持美丽更容易。我记得有一次去片场，然后化妆师远远的看到我就说：“哎，你怎么化好妆了？”结果走近一看才发现我素颜。虽然是闹了一个小笑话，但是我那一天哇，心情都超好的。当然就是我的画画人生，还有运动健身。除了运动之外呢，吃对东西也很重要，所以还是要再推荐一下纯样绒。这里面啊，真的是富含了很多的营养素，而且低卡哦，每天一包就可以满足女生所需要的美丽成分。想要当美人，不用怕麻烦。女孩子啊，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，不只要变漂亮，还要轻轻松松达成。因为纯样绒，我的美丽，我骄傲。FJ 丰洁神医纯样绒。